营救熊大。谁在那儿？谁？啊！熊大，俺们今天要去光头强家看赵林寄来的明信片。你起来了吗？爹，熊大不会丢下先去了吧？呀呀呀呀呀，啥东西？这熊大，姐姐，毛毛。嘿嘿，导游找我光头强，回忆给你最难忘。光头强，大事不好啦！熊二，熊二，你竟敢！熊二，你这么着急干嘛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快看这个，熊大在我们手里，想救熊大就按照卡片后面的提示去一一闯关，你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一个小时熊大就会从狗熊岭消失了。什么？俺一觉醒来结果发现熊大不见了，门口就留下了这张纸条，俺在周围找呀找找呀找，结果发现打斗的痕迹，杂乱的脚印，树上还留下了抓痕，抓痕，快救熊大！该不会又是盗猎者吧？这咋办呀？急什么呀？你看这，还画了串气球，说不定这就是我们要闯的第一关。哎呀，那还说啥呀？赶紧找气球呀！气球，气球，林子这么大，上哪儿找？气球呀，气球！不啊，保护区观测站可以看到整个森林。机器猫猫，小心点！呼叫总部，呼叫总部，摄像头没有影像啊！哎，找到了！咋样？找到没？在这边，跟本王来。不、哦，光头强、熊二、机器猫猫从观测站经过救助站。兄弟，俺们来啦！是狗熊吗？好像是啊。这就是卡片上的气球，应该是了。那么赶紧找呀！本王从那边开始，我去那边。哇！哎哎哎哎哎哎！空的。哎，快到了！哎呀，熊二，哎，你还是别爬了。为啥？这是一个防止动物攀爬、伪装成树的电线杆。那咋办呀？呀呀呀呀！够长。呀！哎，光头强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有了，熊二来了！又是空的。拿到了！拿到一个有什么好高兴？本王拿到了全部气球，也没发现什么线索。妈妈这也没有。好，奇怪，奇怪。看来气球都被你们拿到了，可是啥线索也没有呀。其实这一关你们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拿到线索咯。他这是故意的。问题是你们刚才看到的气球星星形状的是什么颜色？有星星形状的，没星星呀。气球都被我们破掉后才问这样的问题。本王说黄色。错。怎么可能错？我记得我看了一眼。那快想呀，是黑色。别管颜色了，毛毛抓住他。你们答对了。姐姐，毛毛，你们没事吧？这是你们的线索，接住。任务，既然我完成任务了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嘟嘟嘟嘟嘟，竟敢戏弄本王，你们继续找线索，我去抓他回来。熊二，快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钥匙地图。熊二和光头强得到了钥匙和第二关的地图，吉吉毛毛他们和熊二光头强兵分两路，熊强来到了第二关。第二关，摸摸这是什么？别以为强哥打不过你们，你们就肆意妄为。哎，光头强，俺们还是听他们的吧。这是香肠。为了救熊大，我忍了。你们救熊大的时间还剩30分钟。这是大树。
还有温度。救命啊！这声音，这还有一把好大的大薄扇，大薄扇，还有根香肠，还有柱子。友情提示：这是个动物。动物？这难道是个尾巴？这么大的脚丫，又圆又长的，这难道是耳朵？哎，俺知道了，是蛇。答错了。这个像大象。盲人摸象。大象在哪儿呀？恭喜你们答对了。急急忙忙出局，急急忙忙出局，急急忙忙出局。鸟，过去看看。吉吉，毛毛，吉吉，毛毛，吉吉的权杖。本王就是不想输给你们，才不是非要救熊大呢。本王才，可把本王累坏了。看看是不是超过100分了？不知道刚才是谁哭着问我熊大在哪呢？嘿，哈，毛毛，左右不对，上下。毛毛，本王的腿！吉吉国王，你们认输了吗？娘，嘿嘿，你们是？这可咋办呀？吉吉毛毛也被抓了，可真没用，谁也保护不了。熊大，你别这样。熊大，姐姐，妈妈，哭了，哭哭哭，你就知道哭，哭了熊大就能回来吗？琪琪毛毛也被抓了，现在只能靠我们俩了。知道了，俺要救出熊大，还有大家，还有10分钟。我们就抓紧时间。熊强来到了最后一关，熊二，熊二，熊大，你再等等哈，熊二。第一关引来的钥匙根本打不开箱子，看来是吉吉那关的钥匙。时间还剩5分钟，开了！俺来救你啦！哎呀呵！熊二，你没事吧？熊大大，熊大，最后一关，勇往直前，彩色的梦想，核心区的方向。熊强来到了第三关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走，光头强，熊大，吉吉，是谁？光头强，咋办呀？没时间了，我们冲出去跟他拼了！救出熊大！等等，看俺的！熊二光头强，你们在干嘛？大象来了。嗨，舅舅妈，洗刷刷。你们总算是赶上了。雷帝、嘎嘎、熊二、光头强、黑风，原来是你们呀！你们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全都来了。给我带来的不是惊喜，是惊吓呀。就是，你看把俺给吓得都饿坏了。那你也吃慢点儿。黑风，既然你们都来了，那俺之前的提议你们考虑的咋样？嘿嘿，熊大，你的建议呀，我们都慎重讨论过了，结果是大家双手赞成。真的？什么建议？这么神秘，不说太不够意思了。之前熊大飞哥传信给我们说，你们狗熊岭成立了自然保护区，多了好多没见过的稀奇东西，有动物救助站，有保护区观测站，河边也突然来了很多陌生的邻居。对呀对呀，俺们刚开始还担心会相处的不愉快呢。本王看就是你们想太多了。所以啊，现在俺们的生活可惬意了，所以我们就来了，来体验这惬意的生活。是啊是啊，欢迎你们！谢谢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俺还可以带你们参观保护区，可好玩了。别忘了，狗熊岭金牌导游在这儿呢。让专业的来。
光头强，你什么时候改行当导游了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神秘的游客。是最伟大的发明，宇宙第一的番茄酱，完美。哦，该我出场了。出发，为科学。三天了，怎么一个游客都没有啊？没有游客就没有钱，没有钱我就不能给赵林买礼物。哎，注意安全。这谁呀？难道是游客？来活了。就在附近。游客您好。游客呢？怎么把平衡车丢这了？好酷炫的平衡车呀！试试啊！哎呀，我的脚怎么被粘住了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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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奇怪，信号消失了。这可是我的专属平衡车，除了我谁都不认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动我的车。这车你谁呀？怎么会在保护区？我？那你又是谁呀？导游。既然找不到，不如原来你是导游啊。其实我是游客。你真是游客？如果你能给我当向导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报酬哦。太棒了，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刚刚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是保护区的金牌导游光头强，上到一只鸟下到一棵草就没有我不知道的，想看什么我都给您找。我对景物不感兴趣，我想看动物。没问题。这位游客你真是太有福气了，这是白熊山守护神纪念石，它可比普通的动物厉害多了，现在拍照还有优惠。不喜欢没关系，我还有别的。给你看这个，狗熊岭纪念狗尾巴草，这是最美丽的狗尾巴草。天哪，这心旷神怡的香气真是浪费时间，是完美的艺术品，送亲朋好友都不要出现，带上它真的是太漂亮了。等等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吉吉接球。干嘛打那么高啊？哎呦，原来都在这儿啊。人类啊。大家不要紧张，这个是我的游客，你也别担心，他们不会伤人的。哼，他们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，还挺帅的嘛。那是当然。你能听懂他说话？我有动物语言翻译机。你们还会玩曲棍球？哎呀，好怀念呐！要知道，我可是曲棍球王子。那本王还是森林曲棍球之王呢，敢一起玩吗？跟本王一对，
怎么样？那本田才就陪你们玩一玩吧。光头强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曲棍球王子的厉害。看球，必杀射门。哎呀！哎呀，真是太轻松了。接下来该俺了。哎，我是不会让你进球的。来，怎么可能？毛毛，刚才是我大意了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呀！啊！耶！熊大好厉害！怎么会这样？接住我，跑！哎！我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他到底会不会呀？喂，这就是你曲棍球王子的水平吗？球都接不住。哼，怎么了？真是拖本王后腿。哎，吉吉，别发火呀。哼，不陪你们玩了。哎。接招吧！哎，大爷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叫立正不许动，五分钟之内你们哪儿也去不了。你想干嘛？哼，我要把你们全都交给王老板。王老板，这么耳熟啊！原来跟大马花二狗是一伙的。那两个家伙早就被解雇了，以后我来对付你们。记好了，我叫天才飞博士。天才飞博士，有了你们，我的费用就有着落了。哎！急急光头强，快过来！毛毛，快躲开！哼，你竟然装游客欺骗我们！保护森林，熊熊有责。嗯，俺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，就凭你们？岂有此理！竟然笑话我天才威！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打败他！哼，就凭你们还想打败我？笑话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！哎呀！哎呀！耶！嗨！嗨呀！怎么动不了了？被粘住了！抓住他！人呢？这次算你们走运，下次一定抓到你们！这个博士是王老板派来的呀。刚送走大马猴二狗，又来了个更难缠的天才威。俺才不怕，保护森林，熊熊有责。嗯，对了，还有赵林，他又来了，真的，哎，可想他了，俺要把蜂蜜送给他。熊二，你能不能分我一点？我也想送给赵林。王老板，这次只是个意外，突发状况超出了计算，否则我不会失手。光头强和狗熊最难对付，马猴二狗太没用，天才威，别让我失望啊！您放心，我现在脑细胞正在飞速旋转，整个人热血沸腾，一大波的抓捕计划已经准备完毕。嗯，很好，等你的好消息。嗯，看。
本来咪咪有机回来了，这回本天才一定要将你们一网打尽啊！真假表哥，蹦蹦，蹦蹦，你的信。蹦蹦你好，我是表哥，好久没见了。过几天我会来一趟狗熊岭，表哥要来啦！太好了，表哥要来喽！救命呀！救命呀！发现目标。什么声音？跑不动了。你赶紧我呀！哎，那是谁呀？走开！你没事吧？糟糕！哎，谢谢你救了哈！俺叫熊二，嘿，你叫啥呀？洞洞腰。嘿，洞洞腰，嘿嘿。哎，俺好像没见过你。你吃蜂蜜不呀？我不吃蜂蜜，我吃核桃。核桃。你是蹦蹦的表哥？是不是来找蹦蹦的？蹦蹦都跟俺们说了。蹦蹦。对呀对呀，大家都盼着能见到你呢。哎，你不是蹦蹦表哥吗？我就是蹦蹦表哥。哎，那就对了，俺带你去见蹦蹦哈，他一定很开心。好啊。表哥你快点哈。来了。那个熊二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哇，好新潮的项链啊。蹦蹦，蹦蹦，俺把你表哥给带来了。表哥，他是你表哥，叫洞洞妖。刚才他还救了俺呢，可厉害了。你是我表哥？对呀，我记得小时候表哥比我高的呀。平时吃的多，光顾着长肉，忘记长个了。听蹦蹦说你是功夫大师，本王在这儿可等了好几天了，不会是蹦蹦吹牛吧？我才没吹牛呢。表哥从小就练功夫。好厉害！宝宝，双截棍，本王也会。这只是热身，接下来是真正的拿手绝活——徒手劈西瓜。我上哪找个西瓜呀？俺这儿有。表哥，请开始吧。来呀，来呀！还会其他的吗？比如胸口碎大石。表哥，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我忘了告诉你们，我现在是一名发明家，这些都是我发明的。你看啊，苹果。哦。看好了。哇。还有。看起来很好吃呀。这个不能随便吃。这叫诚实面包，吃完以后20秒钟之内会说真话。熊大。熊二。熊大，你咋闷闷不乐呀？早上俺看光头强在做发明，本来想帮他，可他却说俺们动物不懂发明。这小仓鼠是谁呀？熊大，他不是仓鼠，他是我的表哥，功夫大师兼发明家。对呀对呀，他的发明可厉害了。不如俺们带表哥去跟光头强比试比试，让他知道俺们动物也懂发明。这提议不错，本王给你们当裁判吧。那俺们快出发吧。好。突然好想上厕所呀。熊二，你脖子上什么呀？是不行了。带带吗？蹦蹦表哥跟我比发明，亮，变长。哎呀！哇！
这是多功能导游旗，它还能雷达预警，只要发现飞行物就会发出警报。哎呀，光头强，你的雷达怎么没响呢？没道理啊，嘿嘿，一看就不靠谱。嗯，哎，快看，会飞的鲨鱼。那是个飞行器，我的导游旗没坏。哎，哪来的飞行器？怎么回事啊？快来帮忙啊！表哥，快来帮忙呀！哎呀，你熊大，你熊二，你别扯我裤子啊！熊大、熊二、光头强，快救奔王！快追！预备，放！姐姐，俺来啦！熊二，这边！撑不住了！熊二，呼啊！得赶紧告诉大家！吉吉熊啊，你们没事吧？蹦蹦，熊二，项链还给蹦蹦。项链？这条项链哪来的？那是蹦蹦表哥送的。咋了？本王想起来了，刚才项链一掉，那股吸力就消失了。哎，蹦蹦表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看看鲨鱼走眼了没有。他不是我表哥。表哥刚来信说有急事来不了了。这你到底是谁？我干飞碟。飞碟在哪儿呀？快放开我。俺那么喜欢你，你为啥要骗俺呀？你到底是谁？让本王看看你的诚实面包到底有没有用。据说吃了之后20秒内就会说真话了。说，你是谁？来这儿干啥？我叫洞洞妖，是天三威博士的助手，来森林抓你们。熊二把我当成蹦蹦表哥，我就趁机将项链送给他。项链可以发出坐标，吸引飞行器。又是天三威，就是这东西害了本王这么倒霉。你们看。嘿嘿，这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，一定要把你们都抓回去。小心！大伙给躲起来！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吉吉过来！熊大！蹦蹦！嘿嘿。快躲开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怎么熊二也被抓了？熊大，快想想办法呀！让俺想一想。东东妖！这什么东西呀？完了完了，飞行器坏了，这位主人肯定会生气的。不跟你们玩了。站住！孙大，送我上去。好。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强哥的厉害。我是不会让你破坏我的好事的。成功了！光头强，怎么办呀？你快！竟然让洞洞妖给跑了！别管他了，咱们得先帮熊二解冻啊！去那边，那边有太阳。
赔上了我的发明，你居然一只动物也没抓到。我不过有了挑战，我的脑细胞才能真正沸腾起来，下次由我亲自出马。贝贝的野人梦。小伙子，你没事吧？带你寻找野人踪迹，光头强。说你可以带我去找野人，找野人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，虽然他们都不相信，可是世界上真的有野人。这样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找野人了？世界上根本没有野人。小朋友，森林是很危险的，快回家去吧。难道你这是虚假广告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一定要去投诉你。投诉？任何虚假广告一经发现，将吊销营业执照，并查封店。小朋友，别投诉，我带你去找野人。真的？耶！好，那我们明天就出发。明天？耶！我要去告诉小飞他们。野人，上哪找啊？有了！光头强，你不是说这里有野人的吗？怎么这么久了还没看到啊？别急别急，野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发现呀？来来来，你再往这个方向仔细找找。这个熊二怎么还不出来？找野人是贝贝一直以来的梦想，你不帮他，你忍心吗？但是贝贝他那么小，所以如果我们不帮他，他就要自己来森林找野人，万一和你找团子一样遇到危险怎么办？熊二，这好吧。耶！你要不是怕贝贝有危险，俺才不愿意帮你。熊二，行动行动！收到。出现了出现了，真的有野人！一般人我都不带他来，这可是狗熊岭唯一的野人。我要去跟野人拍照。等等。还是先歇会儿吧。野人，野人，野人，你在哪儿？野人，慢点，你别跑了。长长的头发，肯定是野人的。我记得熊二了。贝贝。终于可以证明给小飞看了。这鼻子，这手，不像野人啊。这哪不像了呀？野人不就会跳舞吗？哇，野人还会上树。其实这个，你太厉害了，潜力球那么大，不愧是野人。为了找你饭都没吃。你不是说带我去看野人的吗？怎么变成大熊了？我都是为你好，森林太危险了，就你一个小孩子，为了我好就带我去找野人。你这小孩怎么听不懂话呢？世上根本就没什么野人。
贝贝，这世界上没有野人。找野人的冒险家，你的野人呢？是啊，你的野人呢？你们都不相信我，你骗人！光头强，哼，说我骗人，我还不是为了帮他圆梦。他还是个孩子嘛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哼，而且，现在他一个人在森林里，万一遇到危险，又是迷路了。或者受伤了，好可怕，好可怕呀！图图，图图，咋的了？刚才那边有个好大的怪物，太可怕了，我要回家。那边，妹妹，烦了，带我找，我就自己找。脚印，这么大的脚印，肯定是野人的。贝贝，贝贝，你在哪儿？贝贝，光头强，快看这儿！啊，这里怎么这么乱呀？难道图图说的是真的？救命啊！这声音，贝贝，等等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咋有这么大的螃蟹呀？你快走开！救命啊！现在咋办呀？嘘，跟我来，我有办法。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我们装得这么像。看这里，看这里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行，我们得分散螃蟹的注意力。哥们儿，你好吗？装螃蟹呀！要是他追过来了咋办呀？放心吧，螃蟹不会竖着走，我们在他前面很安全。不好意思，这只是个例外。说话，不该跑。好，干嘛只追我呀？熊二，快过来帮忙！完了！救命啊！你快躲起来哈，光头强！呀，俺来了！呀呀！螃蟹大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呀！这只螃蟹居然会怕水。水有了。哎呦！救命啊！呀！开枪！贝贝，你还带了水枪？嘿嘿，这可是我的秘密武器，这只光头强。好嘞。风水轮流转，我们上。原来这螃蟹这么小呀，真可爱。它好像晕过去了。醒了！哎，要看，给。他手上好像有啥东西。这个标志，难道又是天才位？这螃蟹肯定变异了，不然怎么怕水？俺记得他衣服上就有这种标志，肯定是他。竟敢拿小螃蟹来做实验，哼！天才位是谁啊？一个总打动物主意的疯狂博士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发脾气，自己走的。我也有错，不该骗你。哦，对了，给大熊你的东西，这儿可能真的没有野人。等一下，熊二身上的毛发也没这么长啊，假发也不是棕色的呀，这难道是野人？那我不救。贝贝，放心吧，我现在决定回去好好学习，等我长大以后再来找野人。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野人。
哎呦，我的螃蟹啊！哎呦，我的药水呀、啊！主人，我这就去河里抓几只大螃蟹给你补补。我的好朋友，131，132，133，134。人工合成超级芥末酱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主人好厉害呀！不要打扰主人做实验。被打断的实验是不完美的。董董阳，过来。主人，你帮我数，认真点啊。我说多少遍了，别在我做实验的时候打电话。你哟，脾气见长啊。王老板，说好的动物呢？再拖下去，你一毛钱都得不到。是是是，我马上就去。你好，请问你是浣熊吧？嘿嘿，我也是。哎，等一下嘛，你看我也是浣熊哦。很高兴认识你，送给你，哒哒哒。咱们交个朋友嘛，难得遇见同类。喂，我叫喜莎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知道了，你叫正正。小蛋，俺还没吃饱，你就忍，再咬一小口嘛。就咬一口啊！熊二，你个馋狗！熊蛋，熊二，我找到了浣熊朋友，这是转转。熊蛋，那不是？这洗刷刷可能太孤独了吧？转转。滑翔的感觉很美妙吧？小时候我离开家加入马戏团，四处漂泊，后来来到这儿，有了新朋友，但一直希望能遇到同类，可总是遇不到。在我要放弃的时候，没想到遇到了你。哇，回力用气球滑翔的浣熊，这么奇特，王老板肯定喜欢。这次费用又着落了。总算下班了，今天可把我强哥累坏了。嗨，光头强，你累了吗？休息一下吧。这是我好朋友转转。奇怪。有了这个伪装摄像头，我们的观察工作就更加方便了。洗刷刷，其实终于找到你们啦。抓捕成功，天才威。再见啦。
转转，快去救转转！熊大，这葡萄俺刚尝过了，好酸呀，都不好吃。真的？不信，替你尝尝哈。啊呼！这好酸呀！让开！天才威，熊二，抄近道。哎！哎呀！天才威，你们！天才威，帮了转转，能为我的发明事业做出贡献，是你们这些动物的荣幸。哼，想救回同伴，除非你会飞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想追上我，没门！哟吼！站住！站住！天才威！熊大！徐帅帅，爬到俺的后背上！停下！停下！谁要停下？下去！哎呀！怎么全上来了？徐帅帅！哎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！你也乖乖跟我走吧！别想逃！我飞呀！转转别怕，我来了！这个，帮我下去，帮我转转！这是哪儿啊？哎，我有惧高症啊！嘟嘟幺，快接电话呀！转转。太危险了，徐帅帅！放开我，我要去救转转。徐帅帅，那个，我觉得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。啊？转转他其实是保护区的科研摄像头。徐帅帅，你我知道转转是摄像头。自从我加入马戏团，就再也没见过同类的朋友。转转他虽然只是个摄像头，但和他在一起我很开心的，就像回到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时光。所以一定要救回转转。是。熊二，你不也曾为了团子拼尽全力吗？光头强，你也曾为了嘟嘟奋不顾身呀。徐叔叔，徐叔叔，放心吧，我可以的。快接电话呀，嘟嘟幺。转转，我来救你了。害得我这么狼狈。不好！糟糕，煤气球了。是不是煤气球可以利用了？光头强，好险呐！成功了！谢谢你们，熊大、熊二、光头强、转转。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这五号摄像头是不是坏了？今天咱老拍这只浣熊啊。转转，这儿星空可漂亮了，晚上我们看星星吧。走。以后啊，齐刷刷不会再孤单了。这段摄像头和浣熊的友情真是太感人了。熊大，中午俺不该抢了你的苹果和葡萄。没事，俺没生气。吃吧吃吧啊！你吃吧，吃吧，你吃吃，不吃就给我吃吧。俺的苹果，豆豆药，
快来救我呀！啊去！啊！不要！洞洞妖，洞洞妖！20000零几。